是啥地方啊？上石桥。来上石桥干啥呀？爬山。那不行啊，爬山不行，我肚子疼，我爬不了。别扯。爬什么山？我上不去。爬山吃饭。啊？吃饭。爬山吃饭啊？啊。你早说呀！你别说吃饭，就看就完了呗，就爬有地儿，就不疼了。走。去了吧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我说上不去就上不去。这天多热呀，30多度啊！这天不搁家，不搁家去，我刷手机，我还爬山。想多了，朋友们，别疼了，朋友们。